边吃的东西，一边煮啊。这家梅菜扣肉饼也是青旅的小美女推荐的，我今天过来吃一下，然后顺便点了茶颜悦色的新的一个品牌，专门做咖啡的。我感觉啊，咖啡味淡了一点，它是咖啡和茶的一个融合。好烫，不是脆的，它的皮是一种有韧性的皮。里面的馅料还是挺好吃的。再来费大厨，进来就是辣椒。我能吃点一碗菜吗？因为就一个人。哇，地板真的很滑。这十六号桌我们招牌是豪华第一必吃饭，辣子炒肉，桌边条吗？点单。今天我本来想是去迪卡侬买一双鞋子，后面再去迪卡侬的路上，然后遇到了阿迪，然后被阿迪买了一双阿迪的鞋子。然后现在之后又穿过这个太平岛的路，看到了费大厨，第一份是五十九，听说这里的米饭特别好吃。补充一下，刚才吃的这个梅干菜扣肉啊，它的馅料真的是挺好吃的，但是有一点点偏甜。如果不喜欢甜口的朋友，可能会不太喜欢。然后饼呢是那种韧性的，不是那种脆脆的。但是我觉得吃了之后，发现这种韧性的还挺好吃的。谢谢人家这个油滋滋的辣椒炒肉。太爽了吧！我一个人吃这么多吗？你们又要说我能吃了，你们又要说我赶紧减肥了。然后一大碗米饭，据说费大厨的米饭非常好吃，浅尝一下。热的，所以它是一直保持那种微沸腾的状态，就着米饭一起吃。放点小饭，尝了尝。它有一点点偏咸，还有一个真的吃的非常衬上的是它的米饭真的好好吃。可能我们刚过来的吧，就是口味比较清淡一点，他们这边就是。口味比较重，刚好他跟一个青旅里面的姑娘聊天，他是跟他爸妈吵架，然后他是本地人，然后后来住青旅，然后就跟我聊天，然后他一直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外地人都老是跑长沙来？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觉得长沙没什么好吃的，没什么好玩的，但是其实对于外省啊、外地人啊，总是图个新鲜嘛。看一下米饭和这个辣椒炒肉。它真的偏咸，要拌着米饭吃。现在是晚上的7:30，我现在肚子非常饿，但是呢，我要去竹岸里面吃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竹岸啊，是号称竹芋界的海底捞，然后是可以无限量的吃长沙的美食。据说还挺好吃的，而且它排队时间要2到3个小时，在排队的时候一样是可以吃美食的。所以我今天把电脑带来了，我今天要在这边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吃美食。咱们进去看一下，哇，看一下人多不多。做什么项目呢？竹岸呢？有那个，我们是有分时尚区和行政区的，然后两个区的等待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就是印象贵族吧。印象贵族这边现在暂时等待时间就3个小时左右了。啊，这样子吗？那什么时间比较短？什么等待比较短？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行政区，行政区的话就是最低价格是在299到399的价格，然后等待时间大概是在1个小时左右。一个小时啊。请问您是要排哪个区的项目？来来来，我们先吃这么多吧。哎，据说这个饺子也不错，我刚才看到一个饺子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足够把我吃撑了。啊，我现在这边看到了，这边大厅里面排队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，我估算了一下，大概是有
20-30人这样左右，所以它一个店的规模啊并不会很大。待会儿那些东西上来了之后，我看一下那些东西到底好不好吃，到底值不值得，嗯，为了这些吃的东西来排一家主案店。所以在等位的时候啊，我今天有备而来，我把电脑给带来了，准备在这边开始剪几个视频。就我点的莲藕排骨汤的沙拉，原先以为沙拉是好大一份，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卷卷。其实像我们福州也有这样的一个自助餐家族啊，不过我们福州可能它就是提供一些简餐，然后像那种自助餐一样自己去拿那种。它这个奶茶啊做的有一点像茶颜悦色，你看这个奶油啊上面有点碧根果，只不过它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它时间久了塌下去了。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好诱人啊，就是一个人在煮案，然后旁边摆满了食物。跟茶颜悦色一模一样的味道。汤，哦，这个不是莲藕排骨汤，这个是玉米排骨。一款很普通的蛋糕。长沙米粉来了。它这里啊虽然是东西很多然后随便点，但是它每一份啊量都比较少，就是相当于在外面的大概就1/3左右吧，所以这样可以一次吃很多东西。它这里的米粉一点不输外面的网红店，两口又没了。好，我本来想点那个红油抄手的，卷成这个水饺。水饺不好吃，浪费，我把它吃光。五个也是瞬间被我吃光。等了大概有接近3个小时，终于轮到了，看看又剪了一个视频。唉，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。然后我刚才又点了一堆东西，等于我是晚饭加宵夜一起吃了。啊，这里面是一个三人间的，但这里面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是一个三人间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。这边做主案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屏看电影。现在我要换上他们这边的衣服。哇，他们这个是洗脚，它直接是安一个大的洗脚盆。一个步骤按头，美食又上了一些。我点了两杯饮料，一个是柠檬水，然后一个是西瓜椰椰，还有这么多小吃。这个是一个牛肉盖饭，我待会要先吃，你们忍了不好吃。一边吃的东西，哎，一边煮案，美滋滋啊，朋友们，好享受啊！开吃。它这个柠檬茶是热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冷饮呢。吃了那个西瓜椰椰。是吗？还有一个有点厚乳干茶，跟茶里面的味道差不多。这比刚才那个奶茶好喝哎。西瓜椰椰比那好喝。它是椰奶加上西瓜。来开吃那个盖饭。哎呦，这个太美滋滋了。可以不要放吗？可以啊，你直接点菜也可以吗？你可以，你想吃什么菜你可以点。
点干了放的餐，你就说你想吃什么餐都可以吃，就是要。然后还有那个牛肉粉不、嗯？牛肉粉，你觉得牛肉好吃？嗯、你就说我要点牛肉麻子。哇。嗯，他就给你一个小碗盛过来。哦。这个。只要这里有的都会给你盛过来。这个太宠顾客了吧。这块你们不吃。所以告诉你们这个点餐的攻略，你们可以不要饭，可以只要麻子，可以要双份三份麻子、嗯、对。然后那个甜酒汤圆，你想吃甜酒也可以，想吃汤圆也可以，都可以，真棒。要是万一洒了什么的，万一洒了就送去那里洗了，有专门清洗的，然后会给你洗干净。嗯，我用抄手还可以。嗯，抄手不够辣。不够辣。现在我又看上了电影，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按脚。好的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我刚才这边休息了一会儿，又吃了一点东西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沉。总的说来呢，这家东西很多很好吃，但是呢说口味呢其实比不上外面的那种夜市里面的小吃啊。他们这边啊服务非常非常好，服务可以说是竹芋界的海底捞了吧，就不停地问你够不够，要不要再点点东西吃，就不停地会询问你。然后呢按摩呢也算是一个中上水平，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，如果大家来长沙可以来体验一下，就是排队排特别久，大家要忍一忍，2-3个小时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回去了，好累了。